维修壁挂公路。数据还没看着嘞，塌方点都过了，就刚才那个地方吧，好像是。哎，疏通一下鸡汤，先预热一下，预热多走几步先。他们还没不相信可以数得通，快点。我这个晚上就敢看塌方。面路就在那个，他在转个六面，交高一块没就完了，是吧？基本通掉了，只有我们大车过。对了，大车的过的呢，一个小车走好的。七彩云南啊，哦，这颜色真是。